要更开心心一点，然后清明两天才到我家。OK。OK， 现在呢，轮到你。来，我没有，我要吃到撑。哎，还是有不轮啊？我已经交代了，你又交代呀、啊？哎呦，又有哦 ，Thank you。今年的球比较多嘞。欢迎光临，嗨，参观你房间。我帅儿子不见了啊！哎，你们没有开？没有锁呢。哦，回我房间了。哎，被扔出来了。哎，我的房间也有被扔呢。看我的床有没有美？彩薇的床美，我的床有没有美？他的事他没变，他的名字。好了。哇，漂亮哦！经过去问他一下，这个值多少钱？然后我刚买下来，然后他给你加吧。中一下。放你房间吗？刚刚好是小小的，一下关起来，那边多少而已。快点，起来做工了。哎，哎，发电了哎！厉害！不要。沉睡了。爽哈，等很久哈。嗯，不久了，三个月，两个月，三个月，两个月。所以嘛，因为昨天那个哦，我要睡，他讲不可以睡。
没有，要转一点，推一点，推，转一点，推一点嘛。我好像卡在你了，还是啊，所以我很推，我就很难推。然后这个呢，转不动，哎，只是转轻轻，转下去，呼。哎，我要没有在我的手，新的白灯，新的白灯，嗯，这叫个厉害，开香槟的人哦。现在你要喝完那一个才可以到新的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，跟面很多哎，很多哦。嗯嗯。请问你在买什么？这个变生日礼物了。不是这样。对啊，这个我看一下。你这旁边比较黏了。嗯，让我闻。这样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泡澡。这叫泡澡吗？
居然在那里。对。可是我看不到你。不要害怕哦。我看到你包了嘞。东西呀、啊。我准备生气了。哇，厉害！嗨嗨，干嘛？干嘛拍我？在欣赏日落吗？是。很认真欣赏。是吗？是。来，你在玩还是玩看日落？在一边玩一边看日落。看看喵喵。爽吗？喵喵。嗨。有吃饱吗？有吃饱吗？吃饱而已。好玩吗？好。好玩哦，爽哦。吃了胖三级咯。我不知道，你哪里有胖？